下主播。请问一下，我们现在在哪里？我们在要往温哥华岛的渡轮上面。今天一早的感受是如何呢？非常紧张。非常紧张。兴奋。那请问轮胎又没气。好。有顺利解决吗？又没有油。好。然后油价又贵。油价又贵，贵了3000台币。啊，一切都顺利解决了。有点滑哦。我们在动。哎，我们是最后一班哦。我们真的最后。哎，我们刚好赶上，哎，差点迟到。不是，我们最后一部车。啊，我知道了，我们本来是定8点。啊，其实我们是7点到嘛，他就是先让我们坐7点。对对，所以就是反正你找到他就对对，所以我们是哦，我们坐到7点这一班，对，我们坐到7点到7点这一班。对，不然的话就还要再等1个小时。上去看看，来。Artificial intelligence.
哎、欸，哎、欸，又遇到熟人了。对，有麦克，有点像是那个网络来的沙发外面那块。他五楼也有，五楼也有一样的。对啊，我们去五楼看一下。对啊，对他，他说他看东西。对啊，现在是五楼。我们去五楼看一下。
City.
跟我们介绍这里的历史吗？这个相距200年前，这里的地方猜不出来了。给你10分钟做功课。
下。Thank you.
Thank you.
这是这样，有人要办婚礼是吧？
泰华还早。嗯，他说这是最早的。这里发展比渥太华还早。卖掉又变成国家王。这边是红门。这一条都是中国城，然后很多店都可以逛。维多利亚分成玉多利，来帮我们报道一下。玉多利唐人街 Victorian 穿那趟玉多利。